尘，冰清玉洁融故乡。蝉儿凄切鸣，穷寒深夜里寻觅归居。银水漉漉，梅影随风飘摇。琴鸟渺，何处寻？刀锋剑琴，离根远在石岩中。凛然拂影子，中肯出师太然如如冬，古今无过连。山歌梅花天地心，那里影片影像里面有西风火火界的天才啊，三才里面的天才，啊、做画画画画呢，画龙啊，还有写字哦，你看那个草书啊，都写得很美。仙侯会写毛笔字，还有画画呢。沙盘培训，透过三才，天才、地才、人才。有时候是天才，就一个人就能够画画。天才、地才、人才，沙盘培训。天才手拿。桃之流弊的向方向盼的桃之流弊，他在沙盘上写字转率90度的写给那个推那个沙的人才来看的，人才看了以后讲出来给那个站在天才对面的那个叫地才用毛笔来写呢，写出那个信文呢。哦，厉害了，天地人三才搭配。